啥？小徐穿女仆装喽？真的假的？我咋就不信呢？赶紧去看看。在游戏里面穿女仆装应该也算吧？What？嗨，原来是在游戏里面穿女仆装，害我白激动一场，我还以为可以看小徐穿女装嘞。哦，原来是三丽鸥美乐蒂甜出魔法爱甜登场了。我就说了，他怎么可能穿女仆装？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手里拿了什么？好像是一个打蛋器，好好看啊！看到没有？后面还背了一个娃娃。这就是小徐想穿的女仆装吗？那我们要不要给他拿下？拿下过后让他穿。现实生活中穿，不要在游戏里面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都拿到了这个这么漂亮的皮肤，我们也要拿一下。看一下游戏规则，2、4、6、8、9，9次，召唤九次，看看咱们多少次中啊？希望不要保底。来，我们第一次召唤开始，花了4个迷你币，中了啥？88迷你豆，下次召唤5个，还可以，再来一次，又花了10个。嗯，这是什么？三丽鸥家族灵动定制外观自寻礼盒。不管它，我们继续抽，争取早日拿下爱田。又是自寻头像框。这运气不行啊，翻倍了啊，每一次翻倍，那我这迷你币应该够吧？感觉有点不是很好啊，感觉要大保底才出。880了，我就一个头像框，880迷你币一个头像框，疯了吧，疯了吧，疯了吧。还好还是880，这6000变3000，花了3000。家人们，3000获得甜出魔法爱甜，你们觉得这个皮肤怎么样？好像还蛮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再去仔细的瞧一眼爱甜吧，再看看这个皮肤的动态。好看好看好看，但也是最贵的，史上最贵三丽鸥灵动的皮肤，3000迷你币获得了。但我也觉得它是三丽鸥灵动里面最好看的一个皮肤，你们觉得咧？